不是我把你聊死啊，妹妹！现在9点半了呀，肯定是个正常人都得先吃一下。我吃它，我感觉你都把我聊死。没办法，这个人老实人。你刚刚说一天能打我8次，我感觉你反应比别人慢，慢的不止半拍。我只听说过1夜7次，没听过1夜8次的。是一天打你8遍，差不多一个意思嘛。一天不就一个夜晚吗？一个夜晚就一天了呀。不是的，是打。差不多一个意思。这反正不瞒我的嘛。哎。正好中路是艾克。艾克这版本有点小强，所以你待会打不过也正常。啊。他，我看一下，完了我 TGP 不好使，看不到他段位。他连个技能都扔不准，他为什么打我？哦，口气不小。他连技能都扔不准，他走了，他不在线上。可以。他技能，他一直都没有扔中过我。可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你太强了，还是他太弱了？是我太厉害了。可以。看的，哎呦，现在都已经2分哦，他打到了。看他多菜呀，我感觉你马上要单吃他了呀。那你还不赶紧过来？不是你单吃他跟我过来有什么联系吗？我这不是给你表现的机会吗？我不能想到我那么厉害。谢谢你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老板就比较丢脸，是吧？嗯。他又不在了，我去这边，帮你助力。可以，你3分钟已经压了他20个刀了，这么强吗？我来了，给个链子练一下，你跟他打，来，直接链子拴住，跟着他走，别断他闪。快跑！这瞎子想不开啊！过来！不行，我过去死了！哎，这次我们没有助攻，盾来一个，要死了 ！Nice， 好盾！我这都没有助攻，我只有一个，冰要打死你了，感觉。你别讲话！这不怪我。这是对面的兵，75。刚我感觉我原本是不会死的，被你喊这一下把我喊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他，你没看到你走过去，他最后一点兵过去了吗？没有，原本他是没过来的，被你喊一下他就过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他怎么又来了？他去你的野区了，没事，他来就来送呢，他只是去偷了一个蛤蟆好像。我到深处无人能挡，然后等一下吧。你应该搬过你一次，你能打得过他了吧？打不过。不是啊，你刚才前面不是说这艾克很菜吗？你为什么还打不过啊？他是菜呀。但是你比他更菜是吗？更菜呀。哈哈哈哈，我比他更菜。我真是太懂你了。你当时就懂我了吗？
我感觉你有点奇怪，就特别特别做作的样子。我？你在跟我讲话吗？我感觉好像在凶你的样子。不是，你刚才没听到我讲话吗？艾克过去了。没事，我可以杀两个。听到了呀。算了吧，还是看你一眼吧。他死了。什么算了吧？不是，他后面在追我。他追你又不是追我。啊，行。我要告诉对面皇子没有闪，没有啊。没事，在偷你们家红 buff。而且作为一个女生，有人追你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应该很享受这个过程。我感觉，人家不是最近都发什么说，春天你没有来，秋天你一定会来，就是说指男朋友女朋友。我感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女朋友的。你知道我这 FPS 有多高吗？多高？才50，你想象一下。啊，我打电信也60-70，也照样打呀。你为什么要用那个？我说跟你说的是帧率，不是延迟啊。我感觉你在找借口。你自己在笑什么？我不笑我还哭是吗？我要哭一下你就开心了是吧？我感觉咱俩好尬，感觉咱俩好尬呀，是我太直了吗？对，所以我作为一个对吧正能量的一个阳光小伙，笑不是挺正常吗？你重说，你说什么？你重说。我说今天月亮比较圆，你看出来了吗？没看出来。你这才在跟我干，刚还在夸自己。我就是想问你有没有脸红，夸自己，然后你就直接就变了。这人在干嘛？人呢？无人能挡。我可以要蓝，下一个可以给你。怎么还在想？没事，你把线推了，我们过来包他，他要回来吃线呢。过来，我带你拉助攻。哇，我延迟好高！看出来了。我技能什么都准备好了，然后你一个啊，你妈的把我电脑延迟了耶，带我拿助攻。来，我们来打火龙吧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不去。哎呦，我给你加法强，你不要呀？如果不加呢？肯定加的呀，这必然加的。注意啊，你现在83，打完这个的话你应该是98左右啊，看到没有？那六点呢？那六点被你吃了吗？左右。你不是，你别左右，你给我跟你打完我还低了。82，过去的时候是82，你说打完我会有98，然后现在只有75。那是因为你服装有问题，你要买一个，你直接裸一本杀人书，你就有100多了，知道吧？
我先抢。你待会给我来个套子，然后你发现套一下就加两层，套一下就加两层，套着套着你就25层了。25层之后火龙再加层一下，一本书200。不信你，我根本就追不上你。你刚刚喊我，你说你过来，你不能赖我呀，我你卡了。我你卡了，你能赖我吗？啊？都赖。卡了你赖我吗？你个打野吃那么多兵干嘛？你还要吃我的线？不是你瞧不起打野这个位置吗？打野怎么就不能吃兵？你告诉一下我，啊？不行，你再这么说话，你下个蓝没有了，我严重警告你啊！说话。等下个蓝应该是盘都结束。那必然没有了。说话好听一点的话，下个蓝还是可以给你的。中路人呢？又是。跟你说话我都没有杀来。中路呢？中路走了呀，游走去了呀。他肯定觉得对线打不过你啊！你看你都压了他30刀了。过来分这一场，我肯定不分了，我看不上。那4个人吃塔皮能有几个钱？你好拽哦！你自己算一下嘛，一人吃160，两人吃80，三人吃的话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忘了。三人吃的话才53，四人吃的话就40，还不如补两个兵。你看你这波去吃两个塔皮，漏了一波兵。你要是单吃这个塔皮加这波兵的话，你有300。别动！你就吃了两个塔皮的话，你这波只有80，你还净亏220。我觉得你这个游戏理解不太行。说着说着就把我的兵吃了。过来！我过去干嘛？我不如吃两个兵。我还选择吃个兵。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的？我们这个中野是一体的，知道吧？得互相信任。你这样子不信任我，我跟你讲，这个，但我很难继续愉快的玩耍下去了。来，给你一个蓝吧，不然你白跑一趟。啊！你打他干嘛？他不喊我。我为什么就不能打他？我不打他，我打你是吧？你打得着吗你？别管我，你快跑！哎，我竟然没蹭到，多能！我惩戒就回一口血，你把我蓝打了干嘛呢？哎，不对，好像是凯南打了，那没事了。我感觉你好像有点问题。我这波惩戒回一口血的话，回200应该是死不了的。算了，挺好。可是，那你为什么没惩呢？我不知道，下不去手啊！毕竟我说了这蓝给你了。不知道我为什么又想逞呢？那是因为我没血了呀。我都知道你想问什么了，我直接替你回答好了。你别算了呀！感觉咱俩好尬，咱俩太尬了。我去拿蓝了，快来！来哪？来，他又不打你。来这里。哎，哎，被偷了。在这个瞎子身上，我去搜一下。那瞎子呢？他们在这边，我这边。看到瞎子来了，他想抢龙，看到没有？看我这波，连龙带人一起收，框住了。姐妹闪现，给个链子。没有，我看到了。没有闪现。这我知道你没闪现。那给我个加速吧！我算了，我不相信你，我还是吃两个睁眼吧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波回去干嘛呢？你待会买一个这个，
你买个武术鞋跟着我走，你就不会追不上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回中路吧。这瞎子好像在这个位置，你过来，跟我来。在这里有个鱼。快跑！完了，我死了！看我这波就网卡的，就没给你套盾。你看我这波网卡的，哎呦！算了，我走吧。你刚才没给我套盾吗？我卡了，我刚卡了。感觉你要死了。嗯，我本来不死的，我本来不死的。然后呢？然后被你说死了。你这个可以，现学现用啊。本来就是的。出武术鞋分镜吧。对嘛，这游戏理解就很到位了。人呢？你这看一下右下角，你知道我人在哪了。我感觉打完这把，我得换台电脑。你在网吧吗？换台电脑。对，刚下班，能去哪玩呢？我又没有家。那你晚上在网吧住吗？对啊。哎，我没有盾，完了，来，这我跟过来，跟过来。你看，给我套个盾就好了。不是，我过去有盾了，然后你那个金身了。哦，我又死了。950啊！不是，我这个金针丸的话，你可以稍微加一下。你可不可以？你可不可以等一下我？不是，我不等你，是机会。我等你的话，机会他就不等我了，知道吗？但是。黑切做一个，但是你去杀人之后你就回不来了呀！你等一下，我不还能走吗？我能回得来。是这么个。你刚才给我套个盾的话，我就不会被他打死，我直接一 Q 死一个。我给谁套？你金身了。我金身完，你再给我套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再 EQ 这个 EZ 就很完美了。好好好，我先去找你，好吧？对吗？我说你这妹妹怎么就这么犟呢？来，我们合体一下，来一起走。这不就戒指就叠起来了吗？对吧？还有助攻可以拿。你看，我看什么？没事。你会打下路吗？会，但是没必要。打下路的乐趣哪有打中野中上，不是这个上野多呢？是不是？可以满地图的跑。那个下路老是打发育打发育，一把游戏就那么过了，太无聊了。但是我刚才初三说到现在才两个戒指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苏州的。你听我这个口音没听出来吗？
正就是啊，不是就是北方。哇，这个太疼，我没蓝了。那你身高多少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这个180。你胡说。我怎么就胡说了？南方180很少。你这搞地狱黑妹妹。不是地狱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南方那边的人一般都吃素，所以就是亲亲。就是那种他妈谁家吃素啊？谁南方吃素啊？你跟我讲，素不是醋。我没说醋啊，我说素啊。这边都是吃荤的，哪有吃素的呀？你当出家当和尚啊？出家当和尚现在也不吃素啊。你反正你肯定没有1.8米，你可能有1米。说我怼你，你也不还口；夸你，你也不说话。我好难呀，我你为什么你怼我要还口呢？我就奇了个怪，难道我脾气好也是一种错吗？啊！你这个人，你也不说话，怼你你也不说话，那我怎么样你才说？我这个人比较佛系，我不是一直在讲话吗？你所谓的说话就是跟你互动的意思是吧？对啊。你这个人。你有这个，你是个抖 M 吧？抖 M 是什么意思啊？稍微等我一下，这个打得太。